这面墙上我想把咱们的锦旗挂上，那面墙上把咱们做好展板给挂上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，好好的布置一下。好好好，您放心。好，你们接着玩啊。发球啊，发球。008有什么消息吗？没有。命令他立刻回来。是。这个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啊。把那个乒乓球室啊改成荣誉室，你就来负责那个荣誉室的布置。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啊。好，主任。不过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应该等到王校长回来再定啊？哎呀，那不能什么事都等王校长，啊，那要是王校长一年不回来，咱们一年就不工作了。是不是？咱们干工作呀，要有主动性。现在这个文明学校的验收迫在眉睫，咱们连个像样的荣誉室都没有，这到时候怎么能够过关嘛？不过，我担心同学们会有意见啊。有意见不怕，个人啊要服从集体，小局要照顾大局，啊，要给同学们做好解释工作。不能因为个别人有意见，咱们就不做了，这样以后什么工作都干不好。你明白吗？好，主任，我明白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啊。好。008号。我对您的表现很不满意。是属下知错。我现在限令你在3天之内拿到太阳石。遵命。下去吧。是。我让你收集的太阳石的有关资料你做得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把能够找到的都拿来了。好。我要认真地研究研究这些资料。玩不成了，这是谁做出的缺德决定啊？怎么，他们没有权利侵占我们的活动场所？走，找慕容老师。哎，找慕容老师没有用，要找啊，就找校长。校长不在啊，那就找教导主任吧。走，我们去找教导主任。哎，要去你们去。我可不去。怎么了？又不是做什么坏事，怕什么呀？我高天从小就不知道怕的怎么写的。那是你不认识字。你少给我贫，小心我扁你。你既然不怕，为什么不敢去啊？去了也没用。没看上面写的吗？经研究决定。都已经决定的事了，谁也改不了了。那就让我们乒乓球室说没就没了。有本事你再盖一个呀。不跟你说了，王成，咱们两个去找主任。走走。等你的好消息。太阳花，太阳花，快教教我，快帮帮我，我该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？你要利用快乐星球人的弱点。弱点？什么弱点？同情心。同情心？对，
同情心。快乐星球人都是善良的，而善良的人都有同情心。啊，这样啊，王世通，你们的心情啊，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。但是学校这样决定也有学校的难处啊，是不是？咱们现在你看，教学用房本来就很紧张啊，要是有一点办法，我也不会占用那个乒乓球室啊。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多的理解啊。我们走。啊，老师再见。好，那你们先走啊，欢迎你们给学校多提宝贵意见啊。看来学生考虑问题啊，是太简单了。干嘛老跟着我啊？那个，棒棒，好棒棒，那个你可千万得救救我。我是好人，你是坏人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这别走啊，那个坏人也是人呢。我知道你们快乐星球人心肠最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可千万千万得帮帮我呀，是不是？这里人这么多，你就别在这儿现眼了。啊，是。有什么话，到那边我们说去。啊，行，好。不管怎么说，学生的意见我们也是应该考虑的。啊，不错。学生的意见是要考虑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尊重大多数同学的意见。你说是打乒乓球的同学多，还是不打乒乓球的同学多啊？但是，来吧，咱们搞一次民主啊！你在你们班里呢做一次调查，看看呢究竟有多少同学支持把这个乒乓球室改成荣誉室啊？又有多少人反对？咱们尊重民意，好不好？好，在下午的班会上，我就会专门做这个调查。好的，艾木老师，你可不要用你的观点去影响学生哟！啊，主任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我会保持中立。嗯，好。主任，那你先忙吧啊。好。再见，木兰老师。有结果了吗？还有一次机会。还有机会？是啊，主任说了会尊重我们的意见，所以说在下午的班会上我们会专门做一次调查。谢谢慕容老师。哎，别谢得太早哦。在这次讨论中呢，我是裁判，所以要保持中立。我看呢，就凶多吉少。求你了，爸，我真求你了，这一次。求我什么呀？这一次你可真得救救我，不然我就没命了。谁要你的命？我又怎么帮你啊？我们首领说了，他要我在三天之内把太阳石带回去给他。可是，这我连太阳石的影子都没见着，让我怎么带啊？他说我完不成任务的话，就把我变成太空垃圾。这，我知道你们快乐星球的人心肠最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棒棒。其实我也很想帮你。啊，谢谢，太谢谢你了，棒棒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啊，我也没见过太阳石。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也无能为力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去找周小昂，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一定会帮你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试试看。啊，好，那咱这就走吧。啊，小叶。这是我写的演讲稿，你帮我修改修改。好，让小雨给你看看啊。哎，小航啊，来，
让爷爷也看看。爷爷虽然老了，可是在政治上可以把你把关呢，这一点思想觉悟爷爷还是有的。爷爷，我们小学生写的东西哪有什么政治问题啊，就不劳您大驾了。哎，谁说小学生就没有政治问题了啊？想当初这个文革那一会儿啊。爷爷，文革是什么啊？哦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老顽童爷爷，你看的是什么书呀？哦，这是人类很久很久以前的书，是多面体在地球上找到的。这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啊？我也不认识。上面说什么？多面体说上面记载着太阳石的传说。那您快找人把它翻译出来呀。哦，哪那么容易呀、啊、老顽童爷，我们发现一艘不明飞行物。好，我马上过去看看。把书留下让我看看，也许我还能看得懂啊。好，你要保管好啊。嗯，小姐的不错，下午呀就照这么说，支持你的人肯定不少。嗯，小姨，哎，这是我的演讲稿。哟，我帮我修改修改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小航小鹿都要成演说家了吗？嗯，我和他的观点是针锋相对，我们是正方反方。哟，那我得好好看看。你们班搞的什么名堂啊？啊，在我们家庭内部搞分裂，这叫影响安定团结。爷爷，您不懂。我不懂。我过着桥啊，比你们走的路多。我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多。我做的报告啊，比你们讲的话多。哦，这条好像不是什么优点。总之啊，我比你们懂得多。爷爷，您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？ P 爷爷，您知道现在最红的歌手是谁吗？这您知道快乐星球第一部主演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个您知道拉登藏在什么地方吗？拉您知道 NBA 总决赛冠军是哪一队吗？您知道 SHE 他们三个叫什么吗？哎呀，我一个糟老头子知道这些干什么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爷爷您只知道过去的事儿，当前流行什么你可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就是不知道。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小鹿啊，写的也很好，不过呢，我赌小航胜利。听说下午班会一直在讨论乒乓球室的问题啊。是啊，主任还让我做一个民意调查。你是什么意见？嗯，我保持中立吧，你呢？我同意你的意见。那你就没有自己的看法？其实这件事儿怎么做都是对的。小航，你说下午是支持你的人多还是支持我的人多？当然是我了，这么自信，那当然了，因为我代表的是正义。你代表正义，我代表的也不是邪恶呀。小航，小航，棒棒，你怎么没去上学呀？我下午没事。小航，那件事情你还得帮帮我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再等几天。我能等，可是他不能等。谁？黑暗星球里的机器人008号。胖胖，快乐星球剧组真应该给你颁奖，表彰你是快乐星球最忠实的影迷。哎，回头你参加我们快乐星球影迷俱乐部吧。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啊？好了好了，今天下午我还有事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。小航，你
说真话没人信，看来我还是得另想办法了。同学们，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周小航和周小璐的讲演。周小璐呢是赞成把乒乓球室变成荣誉室，而周小航呢则是坚决的反对。他们两个的观点真的是针尖对麦芒啊。那下面老师给10分钟的时间，你们支持谁呢就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，有谁愿意说吗？高天，你来说说。孟老师，我支持周小航，咱们学校就一个乒乓球室，如果没了让我们去哪儿玩啊？秋子，你说。我支持小璐，个人玩是小事儿，学校能不能评上文明学校是大事儿，我觉得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。说得好。还有其他的意见吗？许晨石，锻炼身体不能说是小事啊。毛月，你说说。我们除了打乒乓球也可以以其他方式锻炼啊，比如说跑步、打篮球，还有我就爱打乒乓球，你管不着。为了学校的荣誉，我们应该做出牺牲，你去当烈士吧你。哎，高天，注意你的语言啊，坐下。我也支持周小璐的意见。我也支持周小璐的意见。麦世通，你来说说。我认为讨论问题就像破案一样，要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。好，接着说。我认为这件事情看似是一个乒乓球室的问题，但是它反映了学校是否重视我们小学生正当权利的问题。我认为，哎，这位小同学，我认为啊，你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啊。我们创建这个文明学校也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嘛，是不是？这怎么能说是不重视同学们的正当权利呢？啊，慕容老师，我看讨论的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投票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投票吧。今天那个班会课呀，非常的成功，这个结果呀充分的反映了同学们的意见啊，不错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周刚老师啊？是是是，同学们的荣誉感很强嘛。对，那也不能说周小航就没有集体荣誉感吧。啊，对对对啊，只是观点不同嘛，大多数的同学啊同意把这个乒乓球室改成荣誉室，是不是？这就证明啊，我们这项决定啊，那是正确的。是不是？我早说过，投票表决的方法是凶多吉少。我看你啊，是未卜先知。我不是未卜先知，是靠分析得出的结论。分析什么呀？第一，把乒乓球室改成荣誉室的理由冠冕堂皇。
很容易博得大家的认同。第二，爱打乒乓球的就我们那几个，其他的同学都无所谓。第三，教导主任亲自督阵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呀？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们回来了。哦，情况怎么样啊？小姨，嗯，这次你可大跌眼镜了吧？我的支持率那是相当的高啊。可是这有悖常理啊。这就叫做民心所向，我们同学们的思想觉悟那是相当的高啊。臭美。小姨，嗯，他说了他又嫉妒我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呀，把下午的事儿呢跟小姨说说。嗯，这种现象呀很值得研究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下午，哎，小姨，让他先给你讲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嘿，忙死你个小东西。嗯，说吧。今天下午我们可算是针锋相对。棒棒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怎样才能拿到太阳石。你可以找小航帮你啊。可他现在不肯帮我。你们要互相帮助，你帮助他，他就会帮助你了。嗯，说的有道理，和我想的一样。哎，对了，老文同学让我把这本书给你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不懂。老文同爷爷说，书上写的是古文，记载着太阳石的传说。你看不懂，地球上的小朋友可以帮你啊。他们在上语文课的时候学过古文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半天了，有事吗？当然了。太阳石，我今天心情不太好，不想讨论这件事。心情不好，找我啊？我是快乐星球最伟大的心理学家。老安同爷爷心情不好，都找我进行咨询呢。你觉得你讲这个笑话好笑吗？笑话？我说的是真话呀。棒棒，对不起，今天我真的什么事也不想说。你跟我说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也许我可以帮你。跟你说了也没用，除非我们王校长在这里，可惜他又不在家。需要王校长亲自出马，看来事情不小啊。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！哎呦，别碰着了。咱哪？这个老师啊，这个台子放哪里？这个台子啊，先放仓库吧。好，好吧。先放到仓库里面去。好，好，谢谢了啊。那这样，下午再把里面打扫一下，把咱们做好那个展板再挂上。好好，好吧。好，好，我先去把那边收拾一下。好，谢谢师傅啊。好。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呀？我再一次告诉你，我是快乐星球上最伟大的发明家。我相信你还不成，我还要回家写作业呢。哎，你在说谎，你根本没有相信我。你要我相信你，你总要拿出点什么证据吧？证据马上就会有，我让你参观我的虚拟实验室。虚拟实验室？这名字怪怪的。虚拟实验室是多面体和艾克在地球上专门为我建造的。你说完了吧？我该回家了。哎，小航，我是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才把秘密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就让你参观我的虚拟实验室。
好好，我答应你，答应你，我求求你快一点儿。哦，开门，开门！棒棒，你玩够了吧？我可不能陪你玩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小航，哎，开门，开门啊！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开门！棒棒，真是很奇怪，非要说自己是快乐星球的发明家。我坚信宇宙中存在一个快乐星球，但棒棒绝对不会是快乐星球人，因为他太笨了，已经好几天没有打球了，真的好心急。哎，发火枪，你告诉我今天下午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多面体和艾克在设计这个实验室的时候，为了安全专门设置了一个陌生人阻挡功能，当陌生人企图进入虚拟实验室的时候，虚拟实验室会拒绝打开的请求。你的意思是说周小航就不能进入虚拟实验室了？应该是这样吧，因为从虚拟实验室可以很方便地进入我们快乐星球，多面体他们这样子做也是为了我们快乐星球的安全呀。可是周小航就是不相信我，我怎样才能证明给他看呢？你用你的发明帮助他，他慢慢的就会相信你了。和我想的一样。谁家开门？这么晚了该睡觉了，关灯关灯。啊？哎，对，去吧。周小航，你不用拿这种眼神看着我。把乒乓球室改成展厅又不是我的主意，你打不成球和我无关。我没说，你做贼心虚。本小姐做事一向光明正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以后学校的事儿啊，别回家来说了啊。去刷牙，你好啊，去吧。告诉我你的乒乓球是在哪里，我就可以帮你。怎么帮？这不需要你管，我能帮你找个打球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哎，棒棒，你天天都不需要上学吗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是快乐星球的人，不需要上学。棒棒，你是不是休学了？就算是吧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008号在你家外面。你别说快乐星球了好不好，再说啊，我头都要炸了。又没有得手吗？对不起，
这一次如果不是棒棒那个家伙处处跟我作对，我早就得手了，真是把他给干掉。不行，干掉他，我们的首领也会干掉你的。首领的目标是太阳石，在太阳石秘密没有解开之前，你不能伤害棒棒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利用人性的弱点。人性的弱点，请您明示。周小航有个叔叔，是个非常贪财的人，你可以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。谢谢您的指点。不用客气，说不定哪天我还需要你帮我呢。如果有用得着我008的地方，我008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死不辞。好，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你可不要忘了你的这句承诺哟。是。看，原来那里有一张球台被搬到仓库去了。建一座这样的房子简单，关键的是把它放在哪里。你会建房子呀？你没防守啊？你说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合适？放你家合适。是你们要玩，我又不打球，应该放在你们最方便的地方。就放这底下吧。地下？嗯，有道理，和我想的一样。你慢慢琢磨吧，我先上课了。你去吧，我要测量一下。真拿你没办法。诸葛老师，你把咱们的展览室布置得不错，主任看了一定会表扬你的。啊，嗨，表不表扬的我倒无所谓，关键是领导交代给咱的任务，咱就得做得有模有样嘛。嗯，说得对，那希望你能把咱们的数学课也上得有模有样，好吗？哎，慕容老师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对不起，我晚上约人了。哦，那改天吧。没去上课啊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小同学，你是哪一个班的？和周小航一个班。我们班？啊？你有把握吗？我棒棒做的实验没问题。我是说，你把这么小的东西埋在地下，会像说那样子长大吗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测量过了，那里的土质疏松，有很大的挤压空间。这东西这么小，要变得那么大，行吗？你今天晚上和我去不就知道了吗？今天晚上就去？对，今天晚上。这它从五个方向向外挤压，是不会顶回来的。
我把房子放颠倒了。你呀，现在怎么办？重新再来一遍吧。行吧，怎么下去啊？跳下去啊！走吧。怎么样？太棒了！以后我们就有活动场所了。怎么样？这回相信我是快乐星球的伟大发明家了吧？你说什么呀？我听不到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下室的？什么地下室啊？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建造的地下囚室。你？啊，没错，就是我，就是我。吹牛！来，走，走。就在咱们校园大门口那家商店买的。什么颜色的？粉红色。小鹿，小航呢？我看见他和高天、万事通一块儿出去了。哦，哎，你可以帮老师找一下他吗？王校长想找他了解一点情况。王校长回来了？嗯，今天上午回来的。你快去吧啊，老师在办公室等你，好吗？行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地方全都找遍了，还是找不到周小航。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？木木老师，木木老师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周小航、高天还有万事通被人送到医务室了。什么？走，带老师看看。说，问题出在哪儿？老安同爷，我的地下囚室忘了设计通风换气系统。哎，你呀。帮助别人是好的，但是绝不能粗心大意。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，不过这个教训还是非常深刻的。万事高听说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都已经基本康复了。没事。没事。高天。嗯。万事通。他们醒了。现在没事了吧？看看小航。小航，小航，小航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多危险呢！
个地下乒乓球室。地下？地下乒乓球室？在哪儿？你跟谁去的？我记不起来了。防火墙，你把他们这一段记忆消除了？对，我还把地下球室的地方恢复了原状。做得对，我们不要在孩子心灵上留下可怕的记忆。老顽童爷爷，你还让爸爸去地球吗？当然，不能因为他犯了一次错误就剥夺他工作的权利。帮忙当然要去，而且你也可以去帮助爸爸工作。太好了。现在孩子们的记忆力好像还没有恢复，不过可以听得出来，好像这件事和打乒乓球有关系。自从乒乓球室被改成荣誉室之后，这些孩子们就没有玩的地方了。哎，主任，我的意见呢是把荣誉室恢复成乒乓球室，给孩子们一个活动的空间。哎，哦，王校长，这是上级马上来检查了，把荣誉室重新布置恐怕来不及啊，再说也没合适的房间呢。哎，我听说新来的诸葛老师布置荣誉室很有一套的，不行的话我们就辛苦辛苦他。至于房间嘛，可以把我的办公室贡献出来吗？啊，哦，不，这不合适。要用的话，要不用我的办公室吧？暂时用一下，我看可以。啊，那好，我马上去布置一下啊。行了吧？球室和这里一模一样。别人。